嗨，瓦杰，露个小 V 一下。今天是周末正中午，出个门买个白饭。故事是这样，前几天我在整理我的玩具的时候，我发现行李箱有一盒在日本买的恰奇料理包，然后家里也没有饭锅煮饭，通常我会出门买个白饭，就这样。嘿嘿，拜拜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是来试试一下恰奇的味道。天气不错，出个门，宅男出门了。白饭 get 到。好的，回家，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在日本的时候，应该是在日本的时候买了这两包料理包，一个是恰吉第二集的 Bloody Curry 血腥咖喱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恰吉一代的 Bloody Pasta。那这个呢，我刚看十月底已经过期了，残念的是，留作纪念。那今天我就吃这个吧，血腥咖喱。OK， 噔噔，外观长这样子 ，Chucky no Bloody Curry， amazing isn't it？是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其实它侧面很像 VCD， 背面是长这样料理包的样子，然后哇，名场景呢，世间又出现了。世界で最も小さく最もよこしまわるな殺人鬼チャッキーから。总言之就是丢入废水五分ください。白的，终于来到我们的开包时间，我自己蛮喜欢吃咖喱的。今天的午餐就献给了恰奇，吃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！靠，怎么是红色的啦？哪的？红色的啊，超红哎、欸！天哪，好红哦，好恶啊、喔！各位，是红色的，画面看起来就是这样子，红红的，没什么肉啊。恰吉的味道，试吃时间，究竟恰吉的味道是怎么样？就是番茄味吧，番茄下很重，不要那么色素。哎、欸。番茄咖喱嘛，番茄味重了一点，真的是番茄味，是蛮血腥的，各位，吃起来就跟吃一滩血一样，有点咸，我喜欢吃咸的咖喱，哇、哦，这太咸了，我猜它是打了很多，那浓稠感有点像是那种很浓的那种浓汤，有没有？但是是番茄的番茄汤那种感觉，番茄浓咖喱。虽然看它仅存的肉是料理包的肉，泡面肉，肉吃起来真的有点像血块，还是坏掉。它有一种香料，很像在吃，有一种血腥味，不知道是肉的问题还是怎么样。肉真的不行，肉不好吃，真的是血，就是有一种酱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味道。咸咖喱的味道，但是肉是生肉的感觉。你看了吗？它有一颗，它有一点点不舒服。整体性来讲呢，色香味的话，色是大概七八分有，香呢其实有一个浓浓的番茄味啦。那味道呢？味道十分里面大概只有五分吧。以怪奇取向来取分的话，大概有个六七分左右。因为它的肉真的是一绝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坏掉是这样，唯独这个肉吃下去有点不舒服之外，其他都是还好。
就什么主题？周末小片主题嘛，因为周末也出了一些奇怪的片。OK， 就这样啦，欢迎留言、赞、分享、全套，拜。不要讲。